是吧？钱副总指挥啊，请问到底是出现了什么情况呢？哦，大家别着急，刚才出现了一些小的误会，蓝军机场遭到袭击，运输机无法起降，这个情况我已经向首长汇报了，请大家稍等一下。紧急方案有变，马上汇报。是。各位首长、嘉宾、专家、媒体朋友们，我们刚刚接到指挥部的通知，由于特殊原因，指挥部对原演习方案进行了调整，现在部队正在调动中，很快就会恢复演习，请大家回到自己的座位上。钱副总指挥，跟红军后面联系上了。他们为什么要突袭小井湖机场？首长，还是你跟他们说吧，是红军参谋长。李参谋长吧，我是钱副总指挥啊。你们这个什么？是蓝军违规先袭击你们一营的装甲车分队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李参谋长，先不说你那边情况，马上通知你的小分队停止袭击小金湖机场，谁先袭击谁我会查清楚，先把你的人给撤回来。钱副总指挥，听说我们派兵袭击蓝军机场了，简直是无稽之谈嘛。无稽之谈，李参谋长，我都看见了，你机场上全是你的人，你怎么不看看我们的现场，全是蓝军的兵，全是山野旅的人，